的哈。局长，那个真艰苦，现在规则给弄一下啊。多谢多谢。今天早上提到我们这个两方面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管道，对不对？因为台湾现在很开放嘛，跟特别是对这个共会那边呢，现在都是交流非常频繁。那当然，共会那边他是会利用这个交流到台湾来做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嘛，对不对？哦，有一段时间有人在奔钱啊，他们把我们看得好像乞丐一样，到这边来花钱啊，来侮辱我们啊。那有时候他们的高官到这边来，就是讲一些话，一大堆的话，对我们是听起来是很讨厌的话啊。他们就是要利用这种管道到这边来，造成一种就是一种看法，一种习惯变成这样的。那很多人非常忧心啊。但是我们在国安系统里面，到底这一方面以前也有人这个跟您请教过，那这一方面我们到底掌控多少？这个是这个时间持久之后，像这个婚姻呢，这个跟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小姐结婚之后，那还有很多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我想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讲是。应该注意，但是可能个金牌者不对个了。我要听听您这个意见。鲍委员，您当过我们国安会的秘书长，是我们的老长官呐、啊。那所以你对这块的担忧，我想我们是相当敬佩的。那委员，我记得我刚刚在报告里面也谈到，事实上两岸的交流目前是已经变成不可挡。那交流不是不好，交流就是说基本上一个基本的前提就要。以我为主，掌握在我手上，由我来决定这个优先，或者是随着这个顺序。那现在我们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可能慢慢会产生一种失衡的，也就是我们现在都只考虑到个别，你让大陆来投资到底是不是好，投资哪一块好不好，人来好不好，这么多人来台湾观光好不好，大概都是个案的。那最近呢、啊，我也给委员您报告过，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呼吁国安团队，甚至整个政府团队，应该建立一个总和安全观的概念，就跟我们人一样，阿司匹林对身体有用，可是你如果感冒也阿司匹林，头痛也阿司匹林，脚痛也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吃多了是有伤的，是会死的，所以我是倒觉得就国安这个区块来讲，我给很坦诚的给老长官报告，我一直强调就是说，不是交流就是好。不是交流就是好，我们一定要先做好这个安全管控。你做好准备了，什么交流都没有关系。你没有做好准备，纵使是一点点开放，也是个伤。第二个，我们应该从整体面来衡量，整个台湾的承受力到底是有多大。哦，不是看到交流就认为交流就一定好，我们慢慢可能要从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来衡量我们的承载力。这个，我同意你讲话，这个不。并不是因为交流，就是表示说两方面好像是非常一个和平状态，对，两方就一定好。有人是利用这个交流，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提高这个警觉的。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都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我看这个有一个报道说，美国他这个奥巴马总统他说要这个重返亚洲这个政策啊。对不起，你有什么代表啊？哎，怎么？没，我，包委员，对不起，因为刚没有，我是说，有个报道说，这个美国的重返亚洲，这个可能是摆一个姿态，这个不一定是一个事实。您的看法怎么样？有人跟你讲，不会，我是倒觉得美国重返亚洲是它战略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因为基本上亚洲有这个。最大的威胁两个国家，一个伊朗，一个北韩，这是很明确的。但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看法，大概是你也理解得到，美国现在的实力是已经不如前了。美国要重返亚洲，他已经没有像过去有那么多的资源在亚洲布重兵、军援所有的国家，大概没有办法。你也了解到，美国的国防预算明年好像是减少2000亿，是不是？是不是？明年是一个大幅度的。
八百多亿，是减少一个八百多亿的这样子，是一个大幅度的。所以美国纵使有心，我觉得它是无力。那美国现在要通往亚洲，未来能否成功？我倒觉得美国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但是要看什么？要看周边这些国家愿意不愿意。所以他想把日本拉进来，想把印度拉进来，想把澳大利亚拉进来，就是这些国家他愿意承担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样。如果这些国家都愿意配合美国的政策做一个承担，我觉得美国这个政策是有用的。如果这些国家不配合，事实上美国这个政策所能发挥的效力是有限的。但是现在整个一个所谓这个 flash point 可能最会可能发生事情，就现在就是集中在这个所谓韩国。对，这个韩国这个北韩这样这个紧张的局势，那这个新的一个总统刚上任，然后他要怎么样对付这个跟美国的一个关系，然后要跟中国维持这么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对日本他有这个所谓这个领土的这个争执。所以在这个情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您认为这个南韩的政府他应该会采取什么样一个态度？假定这个处理不太得当的话，这整个亚洲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有一个改变，特别是他对中国的这个政策跟美国，他当然有一个所谓这个安保跟日本也有同样一个，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中国在旁边嘛，所以您看这个根据你们的这个看法，这个情报方面这个等等能够做怎么样一个分析吗？包委员，其实未来朝鲜半岛能够稳定一个关键是北韩会不会持续核爆跟发射火箭，这个是关键。那如果北韩他收敛了这样子的行为，其实这个负关这个趋势的稳定性是可稍微预期的了。那但是从目前的迹象来看，似乎北韩已经铁了心要拥有核武，所以我们最近也在伪造或者一些情资上面发现北韩好像有再次举行核试的这样子的打算。所以如果北韩他继续核试，事实上朝鲜半岛要想稳定很难的、啊。那你刚才谈到朴槿惠的政策，其实我这样子说了，北韩只有南韩基本上对北韩的政策是一种被动式的，他没有一种主动式的这样子的能力的。所以未来到底什么样的政策好不好，事实上我是倒觉得要看北韩到底想玩什么了，想玩什么。那北韩现在你也了解得到，事实上永和好像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国家政策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快速的达到他拥有核子武器已经是他唯一的选项，只是北韩现在是希望把这个时间啊缩短，密集的试验，因为时间大每试验一次一定会被报复一次嘛，一定会被制裁一次，以及这样还不如缩短在很短的时间就拥有嘛。所以我是倒觉得以我们现在的判断，北韩好像就朝我现在所研判的这个方向来走，所以最近我不认为如果北韩没有放弃核试，不这个大概不太容易。那如果他没有放弃核试，朝鲜半岛要稳定，我是认为可能性不高了。这个我再跟你请教一个问题，这个日本这个安倍政权上台之后啊，外边有一些报道说是他是一个右倾，是一个右倾的一个政府。那根据你们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资讯的话，所谓的右倾，您同意他这种讲法吗？他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做法让人家有一个印象他是一个右倾的一个政府？包括这个字眼应该是日本人对他的给他的一个冠的名词了。那基本上我们从为什么会给他冠这个名词，因为你也了解到他强调日本的国防不应该在自卫军，应该回到国防，希望日本建立更大的军事武力，希望日本的到海外去能够像一个正常国家一样可以派兵维和部队到海外用国军，大概基本上就是他，我们只能说了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希望这个日本的很多的作为，日本有足够的自主，尤其在国防武力这一块有足够的自主。是，您刚刚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一个国家，它基本上是它是要保护它自己嘛。对。
那所以他增加这个军事方面的预算也好，他那个宪法要把它这个正常化也好，这本来他就是一个国家他要做的事情。那为什么人家会把它给了一个所谓右倾？我想这个是不太，我认为这个是不太正确了。对，凭良心讲，不应该这样的嘛。就是本身要来 defend， 要保护它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做的一个作为。对，所以假定是这样一个作为，所以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右倾的话，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用那么多钱，啊，它那个预算多少年呢？都是两个这个 digit， 两位数。那它这个民族主义等等，这些才是右倾啊。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您认为以色列有核子能吗？有核子弹吗？以色列应该是有，应该是有，但都没有人讲说他们有。对，到现在因为现在拥有核子不算是一个像过去那么高深，应该我们认为他应该有。我也同意应该是有。是在1960年代以色列的那个时候，总理到美国去跟那个 Kissinger 在跟他们在谈的时候，他们就从来不提到说以色列有没有核子能，但是大家都知道在里面其实他们谈的应该是同意可以给他有这个核子能。所以这个我们的应该是我们的 information 也认为以色列应该有核子能。好，我同意你的看法。好，谢谢委员。谢谢。